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 CVX2 毒气弹的问题，这是个大码。 特别行动组，这次任务结束以后再做决定。雷总，是 CVX2， 确定位置了。命令红旗八，强行突击。是。 上级命令我们红细胞特别行动组强行突击，完成任务。记住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保护 CVX2 毒气弹的安全。明白吗？明白。大家准备吧。 真的扔下他吗？我已经决定了。
上看。看什么看？集中注意力，否则把你们踢出本次的拯救行动，随时可以调一队人来。不要以为你们是不可替代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了，看你也看过了，接下来我们该谈谈怎么安排我们离开了。你们这艘船太大，目标太大，要换条船。这我知道，继续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艘远洋货轮，你们先投降，在我们舰队的押解下到达指定地点。然后呢？然后该去哪儿去哪儿，但是不要泄露我们之间的交易，否则你们即使躲到天涯海角，我们也会追杀到底。哎，没想到解放军也会和主播这样的人交易。少说废话，赶紧交易，赶紧滚蛋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不会忘记我和你再次见面。能不说废话吗？这不是废话，如果不是我还对你有这份感情，在你下飞机的时候，那我也告诉你，如果我想杀你的话，你根本就不会有机会跟我对话。30秒，轻装滑降。是。快！